家里面没有那个很细的过滤器，下面一半都是豆渣。早上给自己打了一个红枣豆浆。哦，这个时候要再有一个什么肉包子就完美了。 Hello， 大家早上好。我嗓子怎么回事 ？Hello， 大家早上好。周一早上11:50。 我之前问了大家，就是最近有什么想看的内容，小号上面也收到很多私信，发现大家还是很想看我每周吃了一些什么这个 vlog， 所以呢，今天是周一，以及本周是我的一个半减脂周吧，这一周可能基本上食谱就会非常非常的清淡，但我自己也不知道我能不能做到，说不定哪一天突然之间就。 今天早上起来的体重是48.4公斤，我本周的目标到下周一早上称体重的话是保持在47.8到48左右，希望我能够成功吧，稍微的把自己的食谱控制在一个减脂的范围之内。欢迎听。Hello， 大家，我刚刚睡了一个午觉。其实周一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 这个品格的这一味道啊，什么香辣烧烤，我也真的很上头。就是它这虽然觉得超辣，但是一点都不辣。要吃最后两片，拿了三片吃三片吧，我真的只吃了3块，真的。Hello， 朋友们，因为我吃了一些这个品格的薯片嘛。 我大概晚饭就想吃一些水煮菠菜吧，把今天过过去。但是呢，我真的莫名其妙的又超想吃泡面。其实我今天吃的东西好像也不是很多，除了这个晚饭可能吃起来不太营养，但是我也可以在泡面里面多加2根菠菜。本身今天想说不要吃那么多的碳水，算了，开心就好。 我就吃这么多面，说的好像很骄傲。就有的时候啊，你不来几口泡面，真的感觉就是完美的鸡蛋来了。 感觉我今天一天都是在这个位置上面度过的，一直在剪视频、拍视频、剪视频。嗯，怎么会有泡面如此好吃又没有营养的东西了？太好吃了！
来自于垃圾食品的快乐。刚说完这就是减肥食谱，我在干什么？打脸来的比谁都快，咱们不要学我。嗯，太好吃了。是到了清库存的一天，3:06，还有2个小时，这个酸奶就过期了，还剩下这么多酸奶，我准备把它搭配着昨天相同的吃法吃掉它。今天晚上要跟我爸出去吃饭，所以白天呢就不浪费那么多的卡路里了。简易版的午饭，酸奶加维诺拉拌一拌。我好惨啊，感觉我前段时间喝水喝得太少了，上厕所的时候就有点困难，所以最近就是经常以这种酸奶啊益生菌为主。百香果的酱，嗯，好好喝的百香果伯爵茶，渐变。Hello， 大家，我准备出去接我爸了。其实我已经做完晚间护肤了，然后想到出去吃饭还是挺开心的。欢迎光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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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光临。谢谢。Wind could spread your love. What if your sweetness could reach everyone? There'd be no wars. Maybe the birds will sing.现在跟姐姐约了去 Gentle Monster， 在涂山公园那边开了一家概念店，所以就还蛮好奇的，因为之前看到什么 Jenny 啊他们都过去打卡过，所以呢今天就趁着这个时间就跟姐姐去一趟。现在已经是下午4:40了，我到现在还什么东西都没有吃，因为我今天下午3:00才起床。昨天莫名其妙看了一部好好看的电影啊，看到了凌晨4:00多，我今天就整个是睡了一个懒觉。我爸他一早已经去上班了，今天早上起来体重吓死了，可能是因为我从昨天晚上看电影就没有喝水，到现在我今天早上起来体重是47.5，但我知道这是不真实的，因为就可能脱水脱得太严重了啊，今天多喝点水，多吃点东西，一顿饭应该怎么吃都吃不胖吧。 Maybe the birds will sing about your heart. Maybe the trees will whisper the word. Maybe the sun will spread your joy to the ones who lost their hope.坚果袋儿，哇，好可爱！这个
是一个挂耳包。 Jamie Wonder 他们2021年 VR 一个 collection 的邀请的一个二维码，桃红起泡酒。这个篮子好适合拿来春天的时候出去汉江边上去野炊的时候江边晒太阳这样的。他们也太会弄了吧，我好喜欢他们这种纸的这个胶带啊，因为纸的这个胶带我就不用再单独把它拿去做垃圾分类了。是我在网上买的 ESPO 2021款的一个眼影梳，眼影梳系列真的是自它出眼影梳开始到现在从来没有出过错。这一次春天呢出的就是这种桃桃的有点那种樱花色系，有好粉嫩的一个颜色，三色的遮瑕。很网看好多测评说这款要比歌剧魅影的那一款就是遮瑕要好用，就它的滋润度会更加高一点，颜色相对来说也是那种比较好调，不会过深也不会过浅的几个颜色。这里是什么？好重啊！这个长相思太好喝了，就是跟什么都能够配得非常好的一款餐酒。就在国内的家里面的话都是沉香沉香的囤，也忍不住了，就是在我就是寄转运的东西的时候就寄了一瓶这个长相思。 Hello 大家好，自从假性养生了一二三天以后，今天总算要稍微的来吃一点养生的东西，就是五谷豆浆。我这里准备了黑豆、红枣、核桃，还有红豆，还有一些黑芝麻。我的豆浆煮好了，而且像这种豆浆的话它一般就不需要再过滤了，就直接喝就好了。充满着一股健康的味道，凉一下再喝吧，嘴皮被烫破了。吃到一半才想到记录我今天吃了什么，晚上点了冷面，还有炖排骨。我不想我想，我不要你想不想，我要我想。不要啊，上厕所那么困难啊，不出事了。号称多少多少的益生菌，多少多少的活性因子促进肠蠕动，都放屁，反应都没有。而且这种东西吧，卡路里还贼高，感觉就是喝了个剂。どうも三分の四分後だったよ。今天来吃参鸡汤，朴老板吃了一个鲍鱼参鸡汤，还顺便把明天整天吃的粥啊饭啊全部打包了。去去奶奶。只鸡，耶！我的汤圆来了，醇香黑芝麻。我现在好纠结，我到底吃几个汤圆呢？我觉得我可能吃个五个就差不多了。好小哦，面也太过于小了。那我要不吃个六个？它真的不是那种宁波大汤圆，那吃个六个，六六大顺。可爱了，这个世界上怎么可以有汤圆这么可爱的东西？要不是我要控制饮食，我能够吃20个，我觉得。哇，大家元宵节快乐！
哇，汤圆真的是我世界上最爱的东西。其实我更喜欢吃那种酒酿汤圆，但是我现在手头没有酒酿这个东西。嗯，嗯，我很喜欢喝就是这种煮过汤圆的什么都没有放的那种面汤，就感觉有那种原汤化原食的感觉。我只有五个圆子了。下来煮生鸡粥，这个粥真的是太难煮了。吃完了再睡吧。吃完了你要睡觉吗？哎呀，我跟我爸的喝粥的风格完全不一样，我是要放这个肉松吃。我想吃油条，我也想吃油条。油条，这个怎么长得跟屎一样？这样的周末真的是太开心了，除了人丑了一点，早上9点钟起来喝粥，然后刷了那个最近在看的一个剧，吃完了看了几集剧了以后困了又睡了一觉，现在是2点啊，又醒过来了，准备再刷一个剧，再吃点东西。炸鸡，哇哦，11:45，我们吃个面。Hello， 大家早上好。今天我们起的比较早，现在12点钟，我们已经出门了。打算就是去剪个头发，韩国明天也是公休日，所以等于说欧巴这个周是放3天。他好像前面2周他真的是忙到我们基本上很少有时间在一块吃饭啊聊天啊什么的，此放3天还挺开心的。但是他放我不放，我周一要工作。那我暂时不打算剪短我的头发，可能到夏天的时候再整个集中的去剪一次吧。小朋友刚刚被剪的超短，真开心。哎，搞了一个小枕头，再不摸那个床。한번더짧게할까？嗯。캐주얼도대체그게불고기피자로왜없어지는거야그거먹으러가는데없어대기긴가요알겠어我们现在去 schedule。어여기앞에있는거없네거기스무거어스타벅스커피진짜쓰다나옷이렇게하면시켜놓고가고일단끝나고와准备不吃啥了，然后突然之间又来了一个送的。
채우기가 곧 나왔지. 튀었나? 세차. 그러네. 원래 세차를 맡기고 여기 걸어왔어야 되는데. 니 송세차 어때? 절대 싫어. 我们现在去吃肉了。去吃肉。 这个是我们上周就很想来吃的一家叫米屋。 나 우설 먹고 싶어. 왜전? 여기서 왜전? 我想吃 우설. 점심에 먹은 거 아직 소화가 안 돼서. 나도. 어, 오빠 여기가 이거 봐봐. 나 얼굴 완전 좋아 보이지? 我的呢? 니 我的는 매트 有什么问题? 我们现在来了一个很神奇的地方，金沙这边的一个很老的公寓一样的地方，然后这个是在公寓商家里面，你看看这个里面真的会像有好吃的地方吗？ 1,000 times before can't take this anymore cause I've been looking for something to change thoughts into motion been waiting way too long yeah waiting just for somebody to love and to surround me and to handle my emotions I was out waiting for something And if I close my eyes, it's all been a waste of time. I was out driving every mile, and now I find rewind. It's all been a waste of time. 大家，今天其实是周一了。 今天是韩国的公休日，然后我爸他也是在家里面待了一天，因为我们下了一天好大的雨哦，所以我们两个就睡醒了吃了又睡，现在是晚上8点多，准备吃晚饭，准备现在敷一个面膜，然后去准备一下晚饭。今天要敷这个可复美的这个涂抹式的一个面膜，这一款啊虽然没有 可复美的那个类人胶原面膜那样子修复能力那么好，总体来说就是还是比较稳定、比较补水的一款面膜，就还蛮适合拿来当日常的一个修复的吧。因为比如说你在日常皮肤没有那么稳定，但是又想做面膜，又想镇静一下啦，然后补充点水分啦，这种时候就还蛮适合这一款的。 而且我个人比较爱这种涂抹式面膜，有一点非常重要的是，它可以边涂边吃饭，就你做那种贴片式面膜，你做完了以后，你连笑都不敢笑一下。我们吃什么呢？乌龙拉面。哎，这个一大罐超级耐用哦。什么时候吃？嗯，9点。9点吃，9点准备。准备。好。 반지스인데다고해니자꾸만 근데 우리 그러면 그런 것도 줄여야 되지 않아? 이제 나가서 비닐 봉지를 쓰지 말자. 그 장바구니 항상 그 차에다 넣어놓고 분리수거 잘하고. 난 잘하는데. 거짓말하네. 써있던 갖고 볼까? 요즘 이게 날씨 때문에 그 갑자기 이상하게 된 날씨 그 재난 되게 많잖아. 그 텍사스 이번에 그랬잖아. 그래서 요즘 우리 투자도 그런 쪽 ESG가 되게 중요. Environment, Social, Governance. 환경 진짜 중요. 哦，洗完脸了，哦，舒服，它这个可复美的面膜啊，你敷着敷着会有那种很清清凉凉的感觉，跟法尔曼的幸福面膜差不多，非常明显的一个镇定的作用。今天要用的这个水啊，
蜂胶水，然后这个品种的蜂蜜我之前在买那种吃的蜂蜜的时候喝过，它我感觉它可能是有点跟麦努卡蜂蜜的效果差不多，它在镇静消炎的作用上面要比一般的蜂蜜强很多了。我之前很爱用那个娇兰的那一款蜂皇水嘛，然后最近就感觉这款水啊，就是那个娇兰的瓶体，这瓶子也可爱的，它的质地还算是有流动性，但是你抹在手上你会感觉它还是带有一点点那种精华水的粘稠度的，所以使用感上面也很好。就是用它水湿敷了几次效果还挺不错，我自己本身又很喜欢这种蜂蜜的成分，所以我觉得未来可能像一些妆前的湿敷啊，或者是一些需要在短时间内急速补水的时候，我大概就是会经常会用这一款。我的精华也是要用跟它同一个系列的，哇，我最近真的很爱这个 COSRX 的这个系列啊，就感觉安全感十足，然后单价又不会特别高，就整个还蛮喜欢的。它也是一个蜂蜜成分的一个精华，给大家看啊，它的质地啊就是那种不是流动性特别强，但是吸收的很快，然后同时你会感觉到在你的脸上啊起了一层非常强有力的一个消炎和保护的屏障的感觉。这款精华也是真的使用感很棒，就是用所有的产品啊，就说白了体质不好或者是天气不好的时候都有过一次两次过敏的经历，但是就是用这种蜂蜜类的产品啊，就感觉消炎镇定的效果就好到不行，就超安心的。再过一段时间养蜂场该找我做代言了，这两瓶真的是非常非常推荐大家去使用，就蜂蜜这个坑一入你真的是出不来。雅漾的修复霜，之前我看到留言里面有朋友说这个修复霜真的味道难以言喻，就味道确实挺难以言喻的，说不上来是不是口水味还是什么味，但是也是跟就是整个蜂蜜系列一样，就安全感很高。然后这个蜂蜜系列它的一个乳霜其实也很好用，但是晚上的话我会希望敷的再厚一点，所以我就叠了雅漾的这个修复霜。我去吃好。你那个有这种没听说安插了这些可以吧，一个爬的门那一爬路有这种老设计过的安装就给压那么些些这个多精华也超好用，在我一个朋友那边被种草了，这大概就是我出门了以后，大家知道有的时候突然之间莫名其妙的冒一颗痘痘出来这种情形吧，然后我朋友他就给了我这个让我涂一下，没一个小时我就没管它，然后等我回家的时候发现我的痘痘已经没有了，被扼杀在摇篮里的感觉吧，就是它很草本很中药的一个味道，所以大家平常把它带在化妆包里也超方便。我要去给我们大哥煎饼了。